我足感恩呢，唐美云的剧团人文的迄个表态出来啦，真正是足感动人诶啦。因吼那地球啦，会衰啊，人类的破坏啦，地球会变啦，啊，变成了地球的危机咯吼。这个大家人来努力啊，要安怎样来救地球啊？是啊，因为有遮侪人伫咧努力，伫咧救啦，所以慢慢缓和下来，表达出了慈济的精神，来自于佛法，道理成细，细如法，所以人生如戏啦，那戏如人生，人生淡佛法啦。各听阿陀加小慈两个人都在对答，特别带新妇啦、嫁查某囝啦，啊，拿去买一束衫，哎，40,000+啦。因讲哦，咱来去环保站，啊，结果去找啊，带新妇啊穿迄套，嫁查某囝啊穿迄领，这就是叫做自济人啦。会省的就省，啊嘛省甲水当当啊！因为历史若好好写起来，拢是呢真水的故事。每一个人啊，都值得你赞叹。把家己的舒适留落来，来唔忙，耗集一挂人来整理起来。这是我一生，我现在。一个最大的期待。